我觉得哈，就是因为这么单纯可爱的男生，偷吃的几率不大。他可能正要跟别的女生怎么了？对，但女生可能等到偷干了，偷干了，偷干了。对。蔡允杰乌合特浓狗屎咖啡气炸，老公上缴三张悔过书求和。过人进步是什么时候要？一直哦，从520开始就很努力的在不戴套。对。34岁蔡允杰跟小2岁的助理男友 Fraser 选在520登记结婚。只是啊，摩羯座老公思维太奇葩，积极做人之前，蔡允杰差点也把老公做掉了。所以你去凤凰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们已经交往了？还没，还没。你知道那个人多白痴吗？护士叫我填紧急联络人，然后就填了你。然后护士就问我说：“我跟你是什么关系？”然后我就说是男女朋友。我以为他会开心到就是终于答应了男朋友，他问我说：“他有意思？”我有时候就说要不要在一起，是半开玩笑，因为我感觉对了，我就觉得说应该什么时候？想说离婚，他反应没有那么快，可是我不知道。他不是认真的跟我在一起的。一直都想跟你在一起。那你现在说的不知道怎么去。什么？你要快一点，剪接是会很痛。最火大的一次是我，他带我去露营。咪咪，你真的好贴心哦，你成长了哎，你学会去买一杯新的咖啡等我下班了这样。结果喝下去的时候说。这杯咖啡怎么不太一样，特别浓。他炖了30秒之后，他说：“所以我刚刚本来想跟你说，里面刚刚我带咖啡去大便的时候，我把大便放在里面。可是他还补了一句啊，他说：‘你不要那么生气，也不要那么担心，因为那杯那个大便我有包好果汁。’浓醇香，特别浓。我想要知道你过去的事情。”我眼角有泪吗？最近也是好，我觉得应该是戒指的事情，因为戒指是他跟他妈妈借的，他就会觉得说啊，我们家慢慢去挑最适合的。可是对我来讲，我的价值观是，比如说，如果你要送我生日礼物，或送我情人节礼物，或送我什么什么礼物，我希望那个东西无论贵重或是无论。便宜，它都是在当天送的，就算3-4千块，你也让我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所以让你回心转意的关键。他写了3张的那个悔过书，2张半全部都在写自我回收的事情，倒垃圾的事情。他把垃圾藏在阳台，然后就忘记丢，然后就会长小蚊子跟苍蝇、蟑螂。对。然后他很多的借口就觉得自己太高，就例如有次降落打翻了，然后他因为他190，他是不蹲下来查东西的，他是这样子查东西的，为什么不能蹲下？这样腰不好哎。他说对膝盖不好。里面那个是我有一天就突然闻到有恶臭味，我打开那个酱油都已经变白色了，发出恶臭味有虫了之后，我才跟他说真的不可以这样。你真的好不容易啊。我觉得哈，就是因为这么单纯可爱的男生，偷吃的几率不大。哇！就我在想，外面的女生可能会不会没有那么大的耐心跟包容心，等他把话讲完。他可能正要跟别的女生怎么了？对。但女生可能等到对，偷干了，偷干了，偷干了。对。小心。